穿上防护服，他们是义无反顾的防疫战士。脱下防护服，他们或许就是你我的家人、朋友。他们平凡如微尘，却闪亮如星光。当城市还在熟睡，他们已经在奋战一线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奋战多日，甚至彻夜未眠。他们是来自西藏各岗位的工作人员、志愿者，他们是最早投入战斗的人，与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回家，抗疫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。一个个被记录的瞬间，一次次被激励的前行，一幕幕被感动的场景，是西藏人奋战一线的缩影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，他们忠诚担当，只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。